记者萧浩文台北报道。7月21日在台北三创举行亚洲 Beatbox 公开赛决赛，台湾选手代表 TAP 徐明谦以 Loop Station Battle 项目勇夺亚军，为台湾主场增添光彩。徐明谦活中开始接触 Beatbox， 受到网络上的影片启发，当时的他想祝他有嘴巴我也有嘴巴，我为什么不行，不断模仿学习。在国三同学们都在准备升学时，他却因为不断练习的声音，座位曾被搬到教室外走廊来上课，连老师也不理解他为何吵闹。直到毕业前的送旧活动，他去报名表演口技，惊艳所有师生，大家才开始认同他对 Beatbox 的狂热兴趣。大四时，他以一名 Tag 在台湾 Beatbox 公开赛夺冠后，拿到亚洲赛的门票，一路过关斩将，闯进亚洲赛决赛，对手是上届的亚军越南选手 DISON。 徐明谦压轴使出了杀手锏倒转讯息。徐明谦透露，倒转讯息的灵感来自网络上关于光明会的都市传说，表演开头他便将 I am winner, you are loser 反注电唱，台下一头雾水，中后段谜题揭晓，徐明谦机机器的 reverse 剑把倒反的人生再度倒转，这时出现 I am winner, you are loser, 大家才恍然大悟，对手一脸尴尬，这炫技让观众及评审赞叹欢呼。徐明谦表示，虽然很可惜没拿到冠军，但这场决赛他打得很开心，毕竟能见识到这么多各国好手，他喜欢做音乐，可以及比赛，让台湾观众或其他 Beatboxer 听到他的音乐，更是一种交流。以后若还有国际比赛，仍会努力挑战，除了去开眼界外，更要让世界听到台湾的 Beatbox 实力。